好，非常精彩的儿马姑娘，对不对？儿马姑娘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好啦，咁而家又读一读咯，哇，我条裤脚湿晒啦，条裤脚湿晒，而家真系水为财，好嘢。第二只舞就系云云鞋远远写独舞嚟嘅，羌族人民十分之热爱生活。羌族青年都十分之爱美丽嘅，云云鞋就是羌族人脚上穿的绣花鞋。舞蹈通过姑娘为阿哥一针一线绣云云鞋的情景，嚟表达姑娘对阿哥的思恋同埋心中的爱情。佢要表达的情意就好像歌中所唱一样，我送阿哥一双云云鞋，唔系咁唱我边。我送阿哥一双远远鞋，唔系咁唱，点唱我唔识，我照读歌词啦。我送阿哥一双云云鞋，阿哥穿上爱不爱？鞋是阿妹亲手绣，要钱恕意换不来。送阿哥一双云云鞋，阿哥不用藏起来。舞蹈艺员，你为何又藏起来？得未？小路你尽管走，只有莫把妹忘怀。阿妹，你在哪？你在哪儿？啊，在换衣服。好，咁啊，唯有问问嘉宾啦。那你们这个舞蹈，他们练习练了多久啊？啊，龚博士，他们。他们应该说是天生就有这些基础，对对对。最后呢，又通过了他那个表演的呢，是他自己民族的东西，所以说他的基础条件是很好的。在经过学院的培训，歌舞团的培训，把艺术水平呢有一手提高，所以以后呢，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展示给香港的市民以及这些长者。这是根本就是这个民族的特性。啊，一生出来就要这个细胞，这么叫做遗传的。啊，我刚刚问啊，龚博士咧，我就话，佢哋练咗几耐啊？咁佢哋话天生咧就有呢个天分，再加上有艺术学院嘅培训咧，就精益求精，就可能可以达到世界嘅舞台噶啦。所以我们祝福你们的舞蹈学院能够一路不断的进步，然后可以踏出这个世界的舞台。因为肯定很容易，因为有您这个平台，世界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安排，肯定可以了。那我下次攞奖，我亲身去到亚洲电视里面呢，是做其中一位的直上的朋友，咁啊欣赏你攞奖，我好感动。你好上面，当日咧，我嘅喺个镜头咁感动，都系因为你落泪啊，因为你嚟到令我落泪。真假？系啊，真嘅。真嘅，系啊，好熟。佢竟然嚟捧我场，突得知你少少走到入去，仲换紧碟，仲换紧碟，仲未得。系啦，咁所以我真系好感动。冇问题啊，有我喺度惊咩啫？我唱歌得噶。落紧雨，你又落泪，分不出是泪是雨。你和一起了你，呢个系日本的演歌，日本的演歌啊。得未啊？得啊！话俾我听啊！好嘅，好啊。分不出是泪是雨，泪和雨一起了你，一起你雨中分离，泪作伤。